这个做梦啊，说的是梦话。对于梦话，大概不值得发言人进一步。言论自由，资本自由受到了侵蚀。公投适用事项，全国台办会的官员会面，导致呢有地方的台办人员被迫。我听这段话，我感到啊，这是个做梦人啊，说的是梦话。对于梦话，大概不值得发言人进一步。我想啊，这种逻辑啊，是一种啊神经错乱的啊逻辑啊，是一种自觉于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东西啊。说他卖国啊，说他背弃民族利益，一点也不为过啊。长江黄河的历史啊，是我们两国共同的历史。